隔壁小黑说：“我现在不太想吃好的。”我也要来。下次再来。今天是快乐的香条日，蔡伯恩似乎有话想要说，他点个头，问一七年伯恩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好的，谢谢蔡伯恩。镜头，对，这个，刚刚那个，这个，对。你好，等车的蔡伯恩。然后我是要冲下去，但是很有节目效果。全部关起来，关起来。你是在跳街舞？在跳跳街舞。欸，要笑啊，要笑啊，耶、yeah ！哈哈小只的，不要贴，眼睛闭起来，二九哎，二九全部买一个，眼镜很多哎，再买一颗，你都没有地方睡觉、哦。他就让你频道变死，他就不让你演算法出来。素肉好吃吗？素肉是那一块，这一块是素肉啊。我觉得他不讲话应该。
小当家伯恩。啊，烂透了，烂到。哎，是睡着了。带一块没，所以要一直买。然后买了他就回来了。他是商人的手段。金童。那我要确实要买。那我们送你一个，每个人都送你一个。终点，终点直达车。大哥累了。大哥累了。西哥啊，西哥小三啊。走，这里看起来像什么？什么桌子？这桌子，这白的，这么白。我今天低下，太好了。小孩没事。